青春有你二，舅舅打 call 环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耀庆。啊，青春有你二终于要迎来最后的决赛了，究竟有谁能够成团出道呢？想必大家都很关心。今天在这里，我要替其中的一位成员打 call 助力，希望他能够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呢脱颖而出。乃万，加油！开玩笑的，其实呢，我希望大家关注的是这一位。他在节目里面的付出跟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所以我也希望他在最后能够获得很好的一个成绩。叫小腾，加油！好了，不开玩笑，其实呢，我想推荐给大家的，我想真正帮他打 call 的是这一位。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哦，因为所有人都在看着。孔雪儿，加油！好了好了，不开玩笑，我真正要为他打 call 助力的这一位呢，此前我们的合作也非常愉快，然后呢，在《青春有你二》里面，你的努力跟你的坚持，让所有人见识到你最甜美的那一面。我只想说，坚持做自己，你是最好的。孙瑞，加油！其实呢，不管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，想必是几家欢乐几家愁，但是。各位青春少女们，享受这个过程，拥抱这个结果，你们所有的付出跟努力都会在你的人生中留下精彩的回忆。 It's OK， 我看着你满怀羡慕，人类积攒了几千年的财富，所有的知识、见识、智慧和艺术都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我看着你满怀敬意，你正在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，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，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，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。我终于发现，不只是我们在教你如何生活，你也在启发我。至于启发了什么，我也还在想。因为你，这世上的小说、电影、音乐中呈现的青春，不再是忧伤、迷茫，而是。哇哦！不用活成我们想象中的样子，我们这一代的想象力不足以想象你们的未来。如果你依然需要我们的祝福，那么去玩吧，星星。